要说到青春美少女，最近很多朋友都会联想到这个 SNH48 啊。这些萌妹子从出道以来呢，就以青春活力的形象示人。这次呢，更加是变身啊，拼命三娘，不仅是带来了励志的好歌《青春的约定》，同时呢，在新年也准备了一份厚礼哦。靓丽的服装，精致的妆容，加上甜到心里的声音， SNH48 的萌妹子们一亮相就吸引了无数宅男们的眼光。这群平均年龄只有20岁的少女们，满满的都是青春的活力，满脸的胶原蛋白让小编都不禁感叹自己已经老了。对于妹子们来说，除了唱歌跳舞之外，最擅长的就是自拍喽。马上就要过年了， SNH48 也是献出了独家摆 pose 的技能，电视机前的少女们赶紧学起来吧。一年到头，剧场里大大小小的演唱会加上各种代言的活动，妹子们也是够辛苦的。不过如此拼命也是为了给家人准备礼物，看样子还真的是长大了呢。真的，过年红包是逃不掉的一样东西，是过年必须要给的。你给吗？我给，我已经到了一个要给红包的年龄了。我想知道你会给多少。你会给多少？我给多少？因为通常都是给家里的小孩啊，或者是大人，应该怎么也会是见红的吧。节目在线上还采访他。